没人知道是什么。我相信知道的人是少数。你看，这是现在很多国内的土豪他们玩收藏新了解的东西，这个叫做一成橄榄陨石。什么叫随成橄榄陨石呢？首先这个东西表面上形成的这个纹路，它是属于叫做镍铁合金。这个镍铁合金是怎么形成的？是每100万年，兄弟们，每100万年宇宙的温度会下降0.1度，在每100万年宇宙的温度下降0.1度的情况之下它形成的。然后它表面形成的这个纹路叫做斯台登纹。但我跟你讲，现在玩这个陨石收藏的这些人，他们是玩什么陨石的？这个存在，就我手上这一块存在的历史已经46亿年了，跟地球形成的历史是一样的。而且这个陨石经过46亿年它已经没有辐射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，就是美丽国的一个节目，他们专门就是那种叫相当于陨石猎手，就是他们去追寻各种陨石。这个产自俄罗斯，俄罗斯才有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前不久就是说国内拍卖的价格是2300块钱一克，这一个球大概是50克吧，差不多得有，等于这顿饭收了一个10万块钱。这东西不懂的人就不懂。但是陨石这个东西没法作假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它有这个叫斯台登纹路。所以这是我一个，有人说这有点夸张了，兄弟，我查了一下，国外拍卖的价格是3200块钱一克，国内地板的这个价格是2200-2300块钱一克。